我们的所有的礼物呢，都是由节目组的朋友们，还有黄老师，还有网上的一些朋友们突发奇想帮我们准备的一些礼物。箱子有大有小，东西都不一样。收取你的礼物带回家，你们每人挑六个吧。对，六个可以啊，多给我两条命。送给你，挑六个，选吧，来吧，随便拿。老舅，挑大的。挑大的，我可听你的了。我来个大的，我听你们话。再来一个大的。行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拆一下，拆一下。哎呀，先看看哥这是啥。啊，好事发生。好事发生。哇！这好，滑板。哦喂。接一个小的啊，这是被窝懒人支架。喜欢。这个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哎呀。这个适合你啊，这我自己给自己开个 KTV， 左手一个麦克风，右手一个大音响，感受一下你们的热度密码。哦，热度，热度密码，动一动啊，别坐着了，请起，起，哎呀，动起来。你们这瓜吃多了，动不了了吗？走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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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点。对了，五三，哎，走，六，别手上脚乱，没事，往前了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扩胸，扩胸，上楼，哎，哎，转，哎，又转了，走，又走啊。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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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断，不受控制了。走，快转！哎！哎！怎么回事？走，快转！走，马云转了。哎！这边几个转。哎来连接，咱正好一圈儿，哥几个来连接，来来来来。哎，不行了，我们又想动了。哎，他又乱入了。那个流量村乱入了又。哎呀，总怕这个词儿冷不丁来一句跟不上。是我觉得我的牌子我都有点跟不上。而地表的地壳在凝结，在冷却凝结过程中受到地球内部剧烈的冲击和挤压，形成了高山平原河床盆地。这跟天空中的水汽与大气共存一体，形成。哎呀，词儿来看一眼。好啊，好啊，想几百年。他们穿越了黑暗，他们穿越了沙漠，千川万户，你看，汇集成巨大的水流，形成了水源式。我终于看见大海了。OK， 明白明白。皮皮，是真的大海。你摆在这个位置上。说的都是滔滔的洪水，滔滔的洪水横过千秋万河，直接摆在那儿吗？一开始就摆在那儿。对对对，一般一开始就摆在这个位置上来。摊开啊，直接摊开，让我直接能一抄手就能拿上的，好吧？怎么最后为什么要去大海呢？你为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就得密顶坏了，不知道吗？啊，老来我就哎呦呦呦呦，去不了，去不了，不能去。然后你就说压力了，还、啊、很可怕的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压力，海里是有压力的。是要把戏往上推，往上推，所有人的情感都出来，你就很真挚的跟我说，小兰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大海。这是我存的花生，我不知道大海有多远，我不知道大海有多远，但我觉得应该够吃了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小蚂蚁，我的宠物。如果你在路上害怕了，或者有什么难过的事儿，你就跟他说，他什么都愿意听。小兰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带一瓶海水？
我不相信他们说的大海有那么坏，但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没有你勇敢，我不敢自己去验证，不过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